你是说诅咒杀人？这一切太过诡异，但直觉告诉我，他们并非诅咒所为。未知的阴影孕育着恐惧，而恐惧会引人误入歧途。科学成为谎言的刽子手，信仰在轮回中寻找永恒。所有未知的不安的东西，终会成为一场空洞的杜撰，只为了释放满意而出的欲望。